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吃六桶香辣牛肉米线啊！这个米线是可以冲泡的，特别好吃。露一口，啊，有点热了。哎呦我去，太香了，而且这个量超级足。太烫没秒进去，配的排骨肠啊，咱家这排骨肠也老好吃了，看真香啊，就是有点烫，不烫两口肯定秒完了。烫死我了。